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林伟贤，品学旺的总经理，要跟你分享我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平台，最伟大的发现。我们相信人类文明史上这是最有意义的事业，在个人生命史中将会是您最有价值的事业。我要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件让历代祖先跟后代子孙世世代代都会感到骄傲的大事。我们让全人类的知识可以为彼此所用，要让全人类的知识可以为彼此获利。2003年 SARS 的时候推出了淘宝网，2020年 COVID-19 新冠肺炎，我们推出了品学网闪亮登场。2003年的淘宝网改变了电子商务的消费模式，而现在的品学网将是知识界的淘宝，汇聚最多的教育跟知识内容，将是培训界的美团，可以大家一起团购用更低的学费来学习，将是教育界的大众点评网，你的任何学习的意见都值钱，一分享都有价值。而且我们相信 COVID-19 会永远而彻底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跟消费形态，更重要的是会打破你对学习方式的理解，重组对知识路径的认知。而这个平台不管你是创造知识、分享知识、学习知识、整合知识，您都可以直接获利，因为您的经验跟知识就是全世界最独特的卖点。我们相信知识可以复制，经验可以传承，人脉可以拓展，资源可以整合。我们更相信知识可以变现，经验可以创收，人脉可以生钱，资源可以致富。而品学网教育平台，我们在上面上架了海内外最好的课程、最好的知识、最好的学习的内容，并且我们有很多线下的活动跟你一起来成长。我们的知识供应商来自于全球各教育培训机构，来自于各大知识平台，来自于具有影响力的全球的 KOL 意见领袖一起帮你忙。同时我们有一个知识生态圈的商城，可以让你任何学习过后所做的分享都可以为你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让您现在所有的身边的任何商品，我们只要加上更多的知识含量都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而您现在所有的商品进了品学网，不仅能学习还能做营销，我们要帮助你，因为你过去的经验是可以成为知识的，知识可以分享，分享可以创造价值，价值可以实现收益，收益又扩大你的视野，视野就可以丰富你人生更多的经验，经验回过头来又可以获得知识。所以我们为你造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知识的善循环。要知道哦，过去创业靠资金，现在创业靠资源，未来只能靠知识。而在共享经济的时代里面，知识也是能共享的。我们看一下2008年共享经济推出了 Airbnb， 现在260亿美金，2009年推出了 Uber 汽车共享，现在572亿美金，2010年推出了 WeWork 空间共享，现在市值75亿美金，而就算共享医疗 Zodoc 就有18亿美金。所以各位，那分享经济时代来了，你的知识的分享呢，肯定比这个要大更多。各位知道吗？樊登读书会的樊登先生每个星期帮大家读一本书放在网络上，他的公司市值现在50亿人民币。逻辑思维得到 APP 的创办人，我们的罗振宇先生，他在上面每天分享一分钟的话给人家听，目前的市值100亿人民币。而吴晓波先生透过微信公众号每天写一篇文章发表，目前市值20亿人民币。你无法想象知识产值如此高，然而有房子才可以做 Airbnb， 有车子才可以开 Uber， 可是有脑子就可以上 Pinshare。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房子车子，可是每个人都有脑子，全球每个人都有脑子，所以都可以经营，都可以分享品学网。所以 Pinshare 品学网是人人都能参与的事业。请各位把这个图截图截屏，手机拍照拍下来，赶快加入我们最近一场发表会，你会发现你这辈子的被动收入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最重要的是品学网没有物流运输，不受区域限制，不需变动工作，人人皆可参与。而且透过一个全球二维码立刻绑定你的销售关系，收入后台立刻秒计核算，知识会不断的更新，因此你的财富就会自动的增加。在分享经济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把人类知识的结晶分享起来，一起来打造这个最大的超过万亿的市场。你在品学网按赞发文点评都可以赚奖学金，你在品学网分享消费扫码都可以赚奖学金，而这些奖学金可以来换学分，可以来选修课程，可以来交易知识，可以在商城购物，可以参加我们的投资路演，还可以抵付品学网的年费。所以各位，过去创业靠资金，现在创业靠资源，未来创业真的靠知识。有些人最贵的成本是时间，最便宜的投资是学习。所以我们要为你打造一个属于个人的专属学院，为你企业办一个企业大学。从小到大我们学习花了很多钱，现在是回收的时候了。Pinshare品学网是你最轻松的斜杠人生。 Pin 是子弹飞过空中的声音，是电脑主机测试的声音。加入品学网，让子弹飞，让知识传播像子弹飞，让人脉拓展像子弹飞，让创富速度像子弹飞，让团队发展像子弹飞。请加入这个即将改变全球知识价值的平台，全球知识合伙人卡位站，先到先得，先分享先获利。加入品学网，你这辈子被动收入没有这么轻松过。